在这一回的清空 2.0 里面来讲的话，其实也是想做进一步的这个突破吧。因为我觉得我们是第一个武侠游戏把清空这个东西做出来的，那我们想把它做得更好，然后让玩家更满意。我们会收集意见，虽然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很用心的去把每个门派做得不一样，但是对于新的门派狂霸酷炫角确实有点招架不住的这种感觉啊。所以说我们这回把老的门派，从最老的这个五门派到唐门的所有的清宫来讲的话，给它做一个系列化的这个变革和强化。第一，我们会让老的门派清宫来讲非常的实用，也就是说跟新的清宫比来讲的话不会太差。所以说这回我们不改以前老的这个情况下，就是在新的清宫反而放到老的门派，让它有更好的一个展现的效果和它的很实用的很比以前更强的跳跃能力。作为一个游戏设计师的话，从开始入这一行的第一天，我们其实都在想怎么把这个江湖刻画得更好。轻功、招式、武学以及江湖恩怨、江湖情缘都是构成这个江湖的元素。我们是一个武侠游戏，而轻功能让你在这个江湖中找到一种放飞梦想的感觉。最早策划说要把所有的门派轻功全部开放最复杂的那种模式的时候，其实我是拒绝的，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计算量的问题。因为我们在后面门派里面加入了越来越复杂的操作，在这一块还是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说在服务端抽离了一部分主要的动作，然后把更多的计算放到客户端去算，又不能影响到原来的架构。这样的话，我们既能保证轻功的酷炫这一方面不受到任何影响，然后也可以防止一些非法的外挂去篡改服务端的数据。我们这次的轻功加了非常多的元素，改进了一些色彩上啊，还有一些之前没用到的一些设计。这次版本我们跟模型组和动作组有很多的配合，而这一次大量的很新颖的设计就必须要和他们配合，就比如说七秀飘带呀、棋盘，比如五毒上面有一些比较大胆的尝试吧，加了一个翅膀。这个东西在做的时候就会遇到一些问题，衔接上面、表现上面，因为有翅膀的话就比较不像武侠类的东西嘛，不能太抢眼，然后但是又必须要华丽，在反复调试修改之后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效果。我在西南军北美工作室跟大家分享这次剑网山八门派轻功强化的设计思路。我们的设计思路是继承原来八门派的风格，坚决不让每个门派一样，不管制作压力再大，我们都不希望这八门派能用什么东西，因为他们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来历。比如说像唐门，那唐门来讲是一个在空中用这种机械的翅膀，我们希望它更加有力度感，然后呢能玩出更加多的飞行花样。唐门它本身它就是有一个很大的风筝的，然后这个风筝会在它的轻功里面辅助它做很多事情，就可以把风筝折叠起来放在这个弩枪上，把这个风筝发射出去，发射出去以后我们又可以用绳索的方式抓住这个风筝，然后吊过去，当它和风筝第一次互动结束以后进入第二个状态平飞，在平飞的时候我们参考的是一个现代的装置叫做翼装。其实我们还想了很多东西，不过可能这回来讲也是这个工作量有限吧，因为我们每一个门派的差异性都要做出来，那所以说我们留在未来来讲的话还有我们清空 3.0 的计划。那 3.0 计划其实我们想了很多东西，比如说我们想了这个双人清空这块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在丐帮上面试过，第一我们会让每个门派来讲都具备有清空载人的这种能力，这种载人能力来讲也会因为每个门派的特色把它做出特色出来，然后再其次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会改善这个载人的方式。那当然了，这个只是我们未来的众多轻功改善计划里面的一些想法，反正大家拭目以待吧。我们还有很多很多新的东西，到时候逐步爆料给大家。轻功开创者再次定义轻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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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拭目以待。